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织女彤彤，欢迎大家回到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大家一起线上来知知的是知时间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来一起从锁针开始，让锁针变成一片东西，一片东西。一片东西，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钩针的基本针法。基本针法，它能让我们上次学的锁针开始一层一层的长高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还没有学会锁针，还没有看上一集钩针新手101的话，请你赶快回去看影片。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是钩针新手102，我们要来开始学会长高高咯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一样。第一个提醒，调整你的姿势，动一动，动一动，身体记得动一动，调整好你的姿势。第二个 ，ready 你的心态，你几岁？5岁，记得吗？你5岁，5岁不怕挫折，不怕困难，你怕不怕？不怕，很难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笑一笑就过去了。第三个，钩针是自由的。它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，所以请你呢去做到你的手跟你的钩针跟你的动作整体是协调的，这个最重要，好吗？去感觉一下，哇，原来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手，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听你的话，或者是说，其实你的手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厉害。今天你就会开始感觉到深刻的感觉到这些事情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来让我们的手。变得更万能的，好吗？不要忘记我们的必杀技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5岁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要开始喽。好的，首先请你准备好你的钩针跟你的线材。我们今天呢要从锁针开头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做好锁针了。还不会锁针的，回去看上一支影片。锁针，我们现在来先做个12个锁针吧。12个锁针，你可能会想说，哎，我其实还是不是很确定我到底做几个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算一下。要怎么算你做了几个针呢？你可以拉直的，也可以拉横的。我现在因为拍摄的关系，我做横的，我拉横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很多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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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是花瓣，就有点像是辫子。的东西，它这一颗 V 型，这样子一个 V 型就是一个锁针，所以你要怎么算呢？这个结的正上方，这一个就已经开始算第一针了，所以这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然后最后剩下这个要套在钩针身上的，这个不算，它不算。所以在这个套在钩针身上的之前，他们所有的人总共需要12个，需要12个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在这一条锁针上面盖一层楼。你想象这里可以盖一层平房，从这边盖过来。钩针呢，要看你的惯用手是哪一只手。如果你的惯用手是右手，那你的钩针的运动方向就是从右到左。如果你是左手，就是左到右。好，如果你想要盖房子，现在这里是平平的，还不是一楼哦，它就只是一个地板。你想要盖一层楼，你可以决定你要盖多高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选择盖这么高，这么高，或你也可以盖矮矮的。我们现在呢，要来做的叫做短针，短针，短针呢，它矮矮的，它是一层楼的高度。一层楼有多高？一层楼就是。一个锁针这么高，所以请你做完12个之后，请你先做第13个锁针，做第13个锁针。这第13个锁针，它是一个，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柱子，它是这一层楼的柱子，所以它长高之后，它就没事了，好吗？它就没事了。它长高之后没事了，那接下来短针要怎么做呢？短针就是请你把你的钩针的头放进去第12个。这是第13个，这是第12个，放进去你的倒数第二个就对了。倒数第二个放进去，哎，戳进去，哇，我钻进去了，很棒。把后面这个
活动的线拉一条出来。好，现在你的钩针身上有两个环，这两个环呢，要用新的线把它们扣起来。天哪，彤彤你在做什么？我完全看不懂。我懂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看一次，我们来记一个简单口诀好了。我们现在要来盖一个平房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想象，这是你这个地板，我们等一下要盖房子的地板，有一格一格的洞。这一格一格的洞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锁针，一个一个 V 型花瓣的中间。所以呢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呀，会跳到洞里面，跳进去之后呢，把洞里面的石头拿出来，这是你，这是那个洞里面的石头，然后呢，再把它们盖起来，你把石头盖起来，像这样子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你跳进去洞里面，拉一条线出来，把一个石头拉出来，然后你自己拿粘胶，就是一个新的线，把它们粘起来，盖起来。有看到了吗？你的锁针开始呢，上面长了矮矮的一层楼。我们来做一些动作的小分解，不管你的线是怎么持的，你用你习惯的方法就好了。最重要的事情一样，就是它不要掉下来，持线的线要维持是撑直的。请你把你持线的这只手，左手放在你等一下戳的洞。又看不到洞了吗？又看不到洞了。那我们再看一次，这边好多个锁针，每一个锁针的中间这里一个洞、两个洞、三个洞。这个洞我们刚刚已经戳过了，所以它现在有一个线在里面，住在里面。我们就戳过的洞就不要再戳了，我们去下一个洞。所以这个戳过的洞旁边的这一个，请你把你的大拇指跟中指或无名指都可以捏住，捏住这个洞的洞口旁边。你的右手呢，把你的线压住，帮助你去戳到洞里面，戳进去。戳进去之后呢，绕线，绕线的方法这样绕都可以，方便的绕就好。绕线之后，拉出来。两个环在身上，你和石头，两个环在身上之后，再绕一条新的线把它们扣起来。记不记得钩针是啥？钩针就是一个一直在绕圈圈的动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每一次都要记得绕新的线哦。好，再一次，钩针头放进去洞里面，拉新的线出来，两个套起来。钩针头放进去洞里面，拉新的线出来。身上有两个环之后，用新的线套起来。记得，每一次都需要拉新线。这就是为什么上一集我非常非常的要求大家，希望可以重视你的拿线的这只手跟拿针的这只手他们的协调度，因为现在就是考验了。不管你是绕小拇指跨过来，像这样子拿，或怎么拿。你的线都记得不要让它掉下来，松松的，把它撑好。好，找洞，洞在这，拉新的线出来，你和石头粘起来，再一次，洞在哪？这里，穿进去，拉出来，你和石头粘起来。钩针很简单，就是戳到洞里面拉新的线出来之后，再把它们串起来。只要你记得每一次都要拉新的线就好。最后有一个有点魔王的地方，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最后面。请你检查你的这个结，你一开始打的这个活动结，这个活动结的旁边。是第一针，所以它的旁边不可以空下来，它的旁边也要戳进去，拉新的线出来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？没错，绕线把它们扣起来，成功了！你好棒！你在锁针的上面盖了一层楼，它叫做短
针，短针 single stitch， single stitch， 它叫做 single crochet stitch 啦，所以呢，简称叫做 SC。好，这个短针它是一层矮矮的平房，这一层矮矮的平房呢，你可以一直长，你可以短针一直长，一直长，长十层楼。它这样是一楼嘛，你长十楼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方块了？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正方形？这样就是钩针哦，钩针在玩的方法就是这样哦。但是你就会想说，哦，可是我要怎么长回来，再长过去？我们的运动方向是有点是 S 型的，像这样子走的。所以接下来第二步，我们要来长新的一层楼，要怎么长呢？首先，请你把你的织片，这个已经织好的东西叫织片，把它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继续织新的一层楼。如果你想要织短针，你一样要先给它一个锁针的柱子，然后再盖过去。但是现在我要教大家织第二个针法，叫做长针，就是它比短针再高一点点。刚刚短针是只有一层楼，就一楼而已。长针呢，第二个针法长针，它要两层楼，它要两个锁针这么高哦。你要先做两个锁针这么高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戳到洞里面。然后你现在又会疑惑了，天啊，我要戳在哪一个洞啊？没错，这个超难的。我们来把它转过来看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其实转过来有跟刚刚像锁针一样的花瓣呢。我来把它再对焦一次。有没有几粒几粒？一个花瓣，两个花瓣，三个花瓣，四个花瓣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二，这是我刚刚立起来的锁针，所以它们不算。你看这十二个花瓣，哇，它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。这些花瓣就是你等一下戳的地方。那要怎么戳呢？你要用钩针戳进去整个花瓣，整个花瓣的底下。所以你戳的时候，戳进去之后，看起来是戳在两条线的下面，戳在两条线的下面。我现在一个一个戳给大家看。你在戳的时候，你如果这样看看不清楚，你可以转过来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怎么办呢？我们等一下，因为示范的关系，我这样子拿着不是很正常啊，但是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先绕一条线。长针呢，它身体比较长，所以它需要比较多线去套圈圈，所以它需要先绕一条线在身上。绕好之后呢，戳进去你刚刚找到的第十二个花瓣，这个不要看，这个是锁针，所以第十二个花瓣就是它。这里戳进去，戳进去之后，其实你手放开，它会是固定的哦，它应该不会东西不会掉下来才对。所以我们再看一次，它已经戳进去了，戳进去了，然后把新的线拉出来，跟刚刚短针一样。现在身上变成三个环，这三个环我们要怎么把它手牵手呢？我们一样两个，前面两个，后面两个，两个两个手牵手。所以先拉一条线，拉出第一个跟第二个，是不是又剩下两个？再拉一条新的线，穿出来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做了一个长针，大家可能看不清楚，所以我们会做很多次，不用紧张。好，我们来记一个口诀哦，这是你，又是你，你想要去刚刚这些花瓣，这些花瓣是第一栋房子，第二栋房子，第三栋，第四栋，第五栋，第六栋，这些他们有十二栋房子。你刚刚去了十二栋，我要现在要去十一栋，第十一栋，第十栋，第九栋，第八栋，好吗？好，这是你，你要去第十一栋房子，就是这一栋房子，找你的朋友，他住在第十一栋，所以你想说我带一个礼物好了，请你身上先挂一条线，假装你手上拿了一个礼物，
你这个时候可以运用你的中指压线的技巧，去把你的线压好。压好之后再穿到哪一个洞呢？这一个洞，穿到第十一洞里面。穿好之后，拉一条新的线出来。身上有三个环，所以这是你刚刚捞一条线的礼物。这个拉出来的是谁啊？是你的朋友，所以你们可以手牵手了。你先把朋友跟礼物送出去，送你。好，朋友拿好礼物之后，你们两个就说：“那我们手牵手一起出去玩吧。”所以你又再绕了一次，把他们两个手牵手。好了，这就是长征。我们再重复的看一次哦，身上拉一条线，带一个礼物，进去下一栋房子，找房子是最难的啦。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，房子就是在你刚刚长的这个长长的线的旁边呢，就它，就这个戳进去，拉出来，把朋友叫出来，好，扣起来，有没有？带一个礼物进去隔壁的房子，现在我不翻了，我们直接看哦。隔壁的房子就在这里，这个戳进去，你戳完之后可以检查你们有两条线都戳到。好，戳进去，拉新的线出来。你的朋友、你的礼物、你自己，两个套起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讲一些手部的小技巧。第一件事情，你的中指去压线，绕线之后压了之后，大拇指，左手的大拇指跟中指捏住你要去的这栋房子的楼下，帮忙把它渡进去。你有看到的无名指来了吗？我在渡进去的时候，无名指会来帮忙给它推一个推力，推进去之后，手腕转了之后，拉新的线出来。现在身上有三个环，绕线一样，中指来压线，拉出来之后绕线，中指放开。所以我们用的技巧呢，是从在做锁针、在做短针的时候都一直使用的，你的手都是一直在协调当中。绕线放进去了，拉新的线出来，扣起来。我们现在放远一点看，来看一下手腕的动作。钩针绕一条线，拿我的手绕线，弯，回复。绕线之后，中指压线，穿到洞里面，每一根手指头都来帮忙推针，把针推出去。推出去之后，顺势的把手腕转过来，让它陷在针的下面，然后拉出来。拉出来之后，有三个环在身上。两个套起来，所以你的手呢，姿势是可以一直很顺畅，而且每个人拿针的方法、拿线的方法真的都不一样，你必须去找出对你来说最轻松的方法。有一些人就是要这样子拿，有一些人真的他的手实在是没有力气，他选择每一次都这样子绕，然后用手整只手来帮忙戳线，绕上去，拉出来。他选择每一次呢，都把线用绕的这样子的方法去完成，也是可以啊。绕这样拉出来，只是因为我已经太熟了，这样我反而做的不是很好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做的方法会让你的圈圈比较大。所以你看我的高度就会变高，原本锁针两个的高度是这样子，但你的圈圈比较大，它看起来就会比较高，凸上去。所以每一次的圈圈都一样大，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哦，就大家要特别注意。好，这就是长针，我们再回来近一点的地方看，最后一针，请大家一定要转过来去确认。因为它有时候长得很小，
它长得实在是太小了，所以你可能会看不到它，但它依然存在，它就在这边最旁边，最旁边，而且它很长，松松的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只要找到它，把它戳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戳进去之后，绕新的线，绕好之后，刮一条线，套起来一次，再刮一条线，套起来一次。好，这就是长针，长针。我们可以再把织片再转过来，就可以做第三楼、第四楼。所以你看哦，哇，原来长针跟短针高度差这么多。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，短针在哪里？短针就是在这边这一条线以下，这些是短针，这一条线以上，这条线以上，这都是长针。长针跟短针就是一个锁针高或两个锁针高这样子的差别。好了，这两个针法呢，他们有自己的名字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符号哦。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符号吧。在钩针的世界里，就很像在唱歌的世界里。唱歌的世界里面呢，有音符，有 Re Mi Fa So， 他们有五线谱，有音符的不同的分音符号。钩针也是如此的，你只要会看这些符号，你就算呢看不懂别人在用英文、用中文、用日文写什么，你看得懂他画的图就可以了。我们上一次学的锁针，它的符号是一个圈圈，有点像是一个长长的句点。所以我刚刚说织十二个锁针，织五个锁针，就是一个锁针、两个锁针、三个锁针、四个锁针、五个锁针，像这样子连起来的意思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立起来，我们就再做一个锁针把它立起来。立起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盖第一层楼，叫做短针。短针的符号呢是叉叉。叉叉叫短针，有时候有一些人会写一个十字架，每个人的注记，每一个地区的注记方法不太一样，但是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做的，你跟石头连起来，两条线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短针。好，第三个，你从这边又长高，又长了两个锁针的高度。我们现在 图片看起来是不能翻转的，但是你的织片是可以翻的，可以翻过来再翻回去的哦，大家要记得。那我们长高之后，长了一个针叫做什么呢？它长得有点像 T， 中间打了一个结，一个横线。这个针叫做长针。这个就是钩针的符号啦。你呢，可以呢，自己自由组合这些符号。你只要会看这些符号，你以后就会织图片了。例如说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接下来请你再长高，再织这样子的东西。”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请你再做两个锁针立起来，然后再织五个长针，然后继续长高，再做长针。那如果你想要长的变短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哦。长的怎么变短的？有一个还没介绍针法叫做中长针。它会夹在长针跟短针之间，像这样子，所以它就降下来了，它就降下来了。一般来说，长针的高度是两个锁针，或者是三个锁针高。其实每一个人或书上写的习惯的方法都不一样。那短针呢，就很明确，它一定是一个锁针高，这是指它的高度。那在英文里面呢，没有那么好笑，没有那么麻烦。就是我们的中文跟日文是参考的，就是中文是参考日文翻译的。那日文翻译长跟短，但是在英文呢，他们其实叫做 single 跟 double，
什么意思？是我们刚在做的时候的动作的意思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刚刚是不是说，如果今天你想要织长针，你要做一个锁针，做一个锁针，做两个锁针立起来，对不对？做两个锁针立起来，两个锁针立起来之后呢，你是不是拉一条线缩进去洞里面，拉新的线出来？好，现在看哦，看哦，我们绕线之后呢，扣起来一次，叫做 crochet once， crochet 一次，再扣起来一次， crochet twice， twice 就是什么 double 的意思。所以长针的意思是，你在穿这个钩针的圈圈啊，穿了一次、两次，穿 double 就是穿两次的意思。那我们刚刚有个还没介绍的中长针是什么？就是它介于短针跟长针之间，它呢一样要绕一条线，穿进去洞里面，拉新的线出来。但是最后呢，它把这三个环全部一起套起来，一起套起来。跟刚刚的长针不一样，长针套了两次，中长针虽然有带一条线，又放进去洞里面，也拉新的线出来，但是它这三个环啊，这三个环它一起套起来，一起套起来，所以它的高度呢，硬生生的就是比长针短了一点点，大概短 0.5 个锁针。那短针呢？短针就是不用带任何的线啊，你直接进去洞里面，把一个石头拿出来，然后就可以套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进去洞里面拿一个石头出来，所以它只有 crochet 几次，它只有 crochet 一次而已啊。所以它 crochet 一次，它就是叫 single crochet， 长针 crochet 两次就是叫 double crochet， 中长针写在这里。哎呀，中长针它的符号是一个 T， 它是 half double，它就是做一半的长针而已啦，它只有做一半的长针，所以这样子的符号系统呢，它是跟钩针是一起的概念，它就好像是在拼拼图，很像是在堆积木一样，它很像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长高，像这样子的方法。所以呢，我们的钩针呢，它可以一直长高，一直长高，但它也可以长长短短的，它可以有一个弯起来。或长高的波浪形。如果我现在是短针，然后又回去中长针，然后又回去长针，从短的又变长了，这样做完的样子会是什么呢？就是波浪了，就像这样凹下去，弯起来，从长的变短的，再变长的，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个概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已经会了三种针法了，一个是短针，一个是中长针，一个是长针。那我现在要介绍大家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叫做长长针，长长针，长长针，它就是要转两圈，长长针。就是在它的钩针的身体上面转两圈，转好之后呢，在它的钩针身上转两圈，转好之后一样戳到洞里面，拉新的线出来，这样子你的钩子上变成有几个线圈啊？四个耶、欸、四个。那我要怎么把它合起来？原则都是两个两个合起来，所以请你绕线之后先第一个第二个，不急不急，再绕线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不急不急，再绕线，最后两个合起来，像这样，它很高哦。长长针就是身上有两条线，放进去洞里面，拉新的线出来，四条线，不要害怕，两个、两个、两个，慢慢套起来。好了。大家来看长长针哦，长长针，长长针很高，长长针比
长针还要再高一颗头啊。所以长长针呢，它呢是这样子的，它的身上呢有两条线哦，两条线，长长针。那它的英文呢，不是 double double 了。Double double 可能不止三次，它长长针它的英文呢叫做 triple crochet， 就是三倍啊，三倍。你刚刚绕线的时候有套起来，套起来，套起来，套三次。所以呢，钩针其实用英文去理解的话是蛮简单的，会蛮简单的。好，那希望今天这样子的介绍呢，大家有比较明白钩针它是怎么长高，怎么长高。好的，非常恭喜大家今天学了很多个针法，但是这些针法其实它们的做法大同小异，所以我们一起介绍。它呢就是一直绕线套圈圈，一直绕线套圈圈的重复动作，只是它套几次的问题而已。短针套一次，长针套两次，长长针套三次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因为套的圈圈的数量不同，所以你可以做出来的这个钩针的织片，它可以有高高矮矮的变化。好的，大家非常厉害哦！今天的东西有一点点难，需要消化一下。基本针法呢是最简单，但是又最需要练习的部分。等到这些全部都熟悉之后，世界上已经没有你不会的钩针图了，因为钩针图全部都是用这四个或五个的针法去组合在一起的，几乎全部，真的，真的。所以呢，这几个针法你只要练习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进入编织出一个好像有一个样子的东西的世界咯。所以今天呢，钩针新手102，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基本针法。那我们今天锁针开头就是一样是一条锁链开头，是锁针起针的使用方法。总共呢介绍了很多层楼，像盖积木一样，像 3D 印表机一样，一层一层一层的列印上去。那介绍的这些针法盖的方法有哪些？有短针、长针、中长针、长长针这四个，这四个基本针法，加上锁针，你现在已经会五种了，好赞哦！好，那钩针呢？好玩吗？它其实很好玩，希望你呢可以再多加的练习，让你的手呢可以快速的掌握这个持针持线的方法。下一集钩针新手103，我们要来教的是环起针。环起针就是呢，你想要做的东西，如果不是像这样一条的，你没有想要做一条的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想要挑战做圆的，你要从圆形的头开始。你想要挑战做花，你想要挑战做蕾丝，有太多太多的织法都是从圆圈圈的环起针开始的。环起针非常重要，所以呢我们下一集再介绍咯。希望你有开心的织织时间，我是织女彤彤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来按赞订阅分享，好，开启小铃铛随便，好都可以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织织咯，拜拜。